过一段时间，那个力量要有，不要到时候糊掉，太慢。想要尝尝胜利的滋味。我的梦想我去追，就算失败了也不会流眼泪，拍拍胸口要勇敢的去飞。爸爸说团结就是力量，妈妈说一定要坚强。二三推，你控制时间，你控制时间，这边一打是你控制的，你不要紧张，你紧张我也会紧张。来啊，没有我先猜你。太近，还有距离，对，距离要开，所以小鬼你要抓，拨开之后小鬼要抓住。你试了一下，还是得要兼顾一下体力。对，哇。大家都很辛苦，根本就是重啊，不是很重啊。那我练背一个女人，
也不要背骨。我也是，我背你就好，背你。男生赶快出去！他在下面了，好厉害哦！丢脸哦！哦，那个后面的骚动可以再大一点，那臭都不要进啊！好，来，我们再试一试哦。今天是我们的那个出场戏，非常的重要，然后而且声势也非常浩大，所以我们请了昊天宫的人来帮忙。据说是总共动员大概300多人，非常的你知道壮观。安全的时候往上丢，会变走，头就往下走了。要有动作哦，不要正常走。在板子的后面走，因为你这样就会有那个反光。好，来先丢。好，小鬼，来进。一、二、三、起。这个也是收起来是吧？哦，这干嘛？收起来。靠腰啊！你这个，笑啊！他不是干嘛？靠腰啊！喂！你干嘛？你干嘛？我老了，你啊！再一个，干嘛？靠腰！稍微，我们稍微快一点，快一拍。比如说，啪一打掉你，你先看到。你把鞋看了就帮他脱裤子，好不好？好了，好。哎，他们搞成头，你是怎哦？跳到野了你？我来面前杀你啊！大头爹，来来来，讲，哎，你搞看了，我靠你头，我只看嘛，啊，我。来，真正他妈叫你丢过来。爸，你让我坐。你若要给他穿这团的皮肤，我死啦！你是在讲啥？你是在讲啥？你哪会这么笨？不痛，奇怪，军哥打的不痛，快的不行，厉害。可是我被打半死过，被你打了半死那一天，被打半死那天，被你打了半死的那天，被打半死的那天。复杂的地方就是我要讲台语，那我台语真的逊爆，对，然后也是在这种戏第一次的就是有整部电影里面第一次叫爸爸叫他爸爸，所以其实整个情绪里面是非常复杂，然后又要复杂的情绪，然后又要讲台语，然后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有点。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啊，我怎么弄没走？希望有一天，我要去钓你的鱼肉。我希望有一天，会当你感觉骄傲。这个爸，要不然你了解不？停一下下，爸。
接不停，接不停，看我接不停，接不停，接不停。他转头叫沙妹了，来，被叫住，他叫明明，来，叫沙妹我。不要那么色情好不好？我知道，我要。他下车同时反应，过来变双车，啊，抓起来就喷。有人在紧张的。紧张？被抓这么多人，在哪里？东海艺术街。那天晚上快十点了吧？怎么那么多人？两面大黑令旗，就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会飞过观众席的上空。有一天呢，我们甚至是号召了台中市民，大约有6000人来。然后那天还有胡市长，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桃子姐，然后还有李仁哥，就是很多很多人来共襄盛举的状态，大家来一起来参与阵头拍阵头。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桃子，哎呀，贝贝。多好，欢迎坐下来。真的是个混乱，紧张。看我要叫我，不用吧，市长。这是你们第一次要在非就是工作人员面前表演，大家都 OK 了吗 ？OK 吗？会了。OK。谢谢。